大日头下，白色梅花看起来更加高贵迷人。随着几波寒流消散来袭，加上水汽充足，信义乡内梅花已经开始展现迷人的风采。几个重要赏梅圣地，红桂岛、牛条坑、甲乌松仑，拢已经会当看到梅树顶一蕊一蕊白色梅花身影。农民表示，目前梅花进入初开期，大约过几十天至十五天就完全盛开。因为今年气候条件配合，今年梅花开花情况将比去年更加好。花是会开真好啦。安怎讲？伊就是土地有淡，即卖现都是开啊，还袂是两成哦。大开是新历过年之新历。后一礼拜，这中间才是大开的正当时间。一蕊一蕊迷人的梅花，嘛亲像宣告今年的赏梅花季正式开始。信义乡农会举办赏梅季，打算春梅活动，嘛宣布将伫礼拜12月23号举办。12月23号就是礼拜天那一天，就是办理我们信义乡踏雪寻梅的这个开锣活动。好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梅花季要盛开的，好用那一天的时间。跟全省所有喜欢梅花、爱好梅花的人做一个预告。好 ，NA 六号就是在我们信义乡牛稠坑柳家梅园，那个时期梅花开得最漂亮，所以我们在梅花树下底下，我们会办理很多艺文方面的一些表演，给游客来到这边，除了赏梅花之外，还能够看到一些表演。信义乡每年打算春梅活动，总是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信义乡赏花。梅树卡品名高品质的玉山乌龙茶，主办单位今年竟推出精心调理的梅餐，将提供游客免费试吃。重头戏正月初六举办的要冒牌红招标练香木桶比赛，信义乡农会表示，信义乡梅花目前大约开了两成，元旦过以后，就当看到满山遍野白色梅花壮观景色。欢迎全国游客把握机会，由现在开始到正月下旬前后，来到信义乡享受一撮精致趣味的梅花旅游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